名字叫子恩。我名叫赵建阳，今年18岁。我是锦鱼哦，我是 Angie 咯。我叫吴嘉琴，我今年18岁。今年17岁。我是金雪，我18岁。是第一批舞者。然后在中学的时候，我也是进了舞蹈团，但是不堪回想。自从凯杰老师进来过后，我才想，我真正的接触到舞蹈。我跟你已经有8年了。凯杰老师一开始让我们真的觉得，他是一个灾难。一开始的讨厌他，到我现在变成崇拜他，因为他是一个好老师。然后进来了这个舞团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，当然除了舞蹈之外，学习到一些做人处事的态度。你教会我不只是在就是在舞蹈这一方面的事情，其实你在各方面都有教会我很多东西。在这个舞团里面呢，我就觉得大家都像一个很大很大的家庭这样，每天一起过来练习，增进彼此之间感情的一种感觉。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兴趣，我人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东西。可是为什么会坚持呢？喜欢呢？因为喜欢嘛，所以我们也是怎样就是要来抽空来排练，就是因为我们懂每一个练习都是要需要付出的努力。练习是100%辛苦啊，有哪一个舞蹈练得不辛苦？如果一个排练的时候少一个人的话，就很难看到整体的感觉。不是一定苦，从8年来跟你一起跳舞，真的是懂那种辛苦是怎样，要坚持到底，没有成功一天。虽然是累，可是我会讲，我会继续跳下去。真的很谢谢你教会我这样东西，也谢谢老师把叛逆的我带到现在的我。谢谢老师。如果没有遇到你的话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老师，谢谢你的教导，谢谢你这8年来教导啊，我也爱你哦。谢谢你这几年的教导，你让我学到了很多，你让我成长了，谢谢你。我很爱你，老师，谢谢。